表情包还原，轩哥做好给你三连，只要有三连我就做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长沙点赞支持一下，给轩哥一点鼓励。只要你们愿意看，我以后还会做的。美丽的小姐，我叫包，吱吱包。最近让我做这个表情包的有点多啊，安排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怎么样？还行吧？做是做完了，有没有三连看你们的了。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用四加四加四加四猜一种水果，十六。为什么？因为四加四加四加四等于十六。一颗心值多少钱？一个亿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心一意。请问？哪种动物没有方向感？鱼六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哪个数字最懒惰？哪个数字最勤劳？一最懒惰，二最勤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什么动物到秋天就会隐身呢？蚯蚓。小狗和小猫一起去老师那背书，老师会先让谁背？小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旺旺先背。什么路最窄？冤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冤家路窄。最后一题，猴子最不喜欢什么线？平行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行线永远没有香蕉。表情包模仿大赛，把这个做出来能行吗？我让全村的给你一键三连。哎呀，最近让我拍这个表情包的有点多呀，那我就尽量还原一下吧。 AK 老师，对不起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觉得像的点个赞，评论一个太像了，给兄弟一点鼓励啊！哎呀，别忘了你们的一键三连啊！做出来，你每个视频给你一键三连。兄弟们啥也不说了，还原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尽力了，有没有三连就看你们的了。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表情包模仿大赛，轩哥，你如果能还原这张，我直接叫全村人给你一键三连。全村人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觉得像的点个赞，评论一个太像了，给兄哥一点鼓励啊！还有，别忘了你的全村一键三连。就问你能不能还原这一张，这不有手就行了。兄弟们啥也不说了，还原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尽力了，有没有三连就看你们的了。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表情包模仿大赛，你要是把这个图片做出来，我给你一键三连。安排。
OK， 搞定。觉得像的可以给我点个赞啊，评论一个太像了。什么？你不点？轩哥，你做这个出来，我让全校同学给你一键三连。哎呀，我去，你号召力这么大吗？行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细节就不处理了，你就看像不像吧。兄弟们做的还行吧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三连？哎，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表情包模仿大赛，轩哥，你要是能还原这一张，我让全班同学给你一键三连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觉得像的点个赞，评论一个太像了，给兄哥一点鼓励啊！老非凡，别忘了你的全班同学，给我一键三连呀！男神表情你能还原吗？这不有手就行了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毫无差别。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很多小伙伴问我，电脑玩我的世界怎么疾跑？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按这个 Ctrl 键。如果你安装了光影的话，可以按 K 键来加载光影。F G H J， 我没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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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没 K， 不溜溜不溜溜，空龙汤浪汤浪汤，空龙汤浪汤浪汤。大早上的你叫啥呀？一天天就知道玩游戏。你多陪我玩会儿。你真的是太不听话了。你温柔点儿。嘿，还学会顶嘴是吧？你少骂我点儿。嘿，来劲了是吧？慢慢慢。包括轩，快来解救我们的男神狙击豹。OK， 马上就到。谁懂啊？和同学之间的套路对话。轩哥，你的反应速度快吗？那当然了。那轩哥，我来考考你 ABCD 分别代表四种动物，猪狗牛羊，我说动物的名称，你来回答相应的字母，速度要快哦。太简单了，来吧。牛 C 羊 D 狗 B 猪 A 猪猪猪猪 AAAA， 你这是难不倒我的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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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当班里发暑假作业时，咱们假期每天作业就做这份暑假作业了啊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老师你没收答案。他咋这么欠呢？啊，对，来，大家把后面的答案撕下来啊。张大辉你来收一下。就他张嘴了，老师都忘了，他还提醒一下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因为你收的时候我偷摸不交，这么多我是发现不了。老师，要不每个人把名字都写上吧，这样方便统计。这么近了，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。指环王三，指环王三，你看指环王咒呢？毒液，消毒液。何以为家？何以为没家？何以为是谁呀？不认识他家怎么没了？黑天鹅，黑天鹅人。白天鹅不行。小偷家族，小偷家族。剪刀手爱德华，剪刀手爱马德华。为啥呀？恐怖直播，小恐怖直播。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大。哈尔的移动城堡，哈尔滨的移动城堡。我是传奇，我是假传奇。我是真传奇。关于爱情，关羽的爱情。蜘蛛侠，
蜘蛛侠的。蜘蛛有八个眼睛，全吐瞎。